亲妹们，从去年双十一开始，陆续有进口粮饭测试前，有多少小朋友开始给小猫咪们煮猫饭或者是喂生骨肉呢？我也一直想给他们喂，但是呢又担心没有时间以及寄生虫等问题。最近发现了一款冻干生骨肉，95%高肉含量，通过急速冷冻升华，将肉脱水干燥，保持肉的原味及营养，还原猫咪肉食天性。采用电子束浮躁杀菌技术，更安全更放心。